薛家燕、陈伟和余德成等一起到电视城录影娱乐大家。家燕姐就透露，恶补了复杂的游戏玩法成晚，连个女儿都劝她早点睡觉，所以她就说如果玩得差的话，希望大家不要笑她。家燕姐也直言比较享受做嘉宾，暂时就未打算再主持节目。最近她就忙于飞升马登台和领奖，问到她是拎什么奖，她就说我们这样的年纪都很多这些这奖的了。哈哈攞嗰啲咩傑出成就獎就好似嗌我退休咯，都冇乜影響嗰啲工作嘅。好彩拖賴咁，同埋就我女就睇住我啲時間去做啦。即係而家每一笪地方咧，做完 show 之後咧都有兩日嘅。咁我 Mac 原來俾我去玩。哦，咁呢個係諗得好周到，係啦係啦係啦，咁都可以。男友先啦，咪甩咗咯。唔係，依家我女得唔得？得，我講我個女。係啊，我同我女咪識緊啊。我女話：，唉，我唔使擔心喎，佢自己會去物色嘅咁。